鼓鼓亲做冰淇淋，甜送粉丝情人节礼物。鼓鼓亲手做双麒麟，献给在现场的粉丝。图相信音乐提供，20001803.14。鼓鼓人气爆棚，白色情人节的14日，受邀为知名冰品的概念店上海光启成店担任一日店长。他亲自制作限量发售的 DIY 哈根达斯鼓鼓丹麦桶，摩登现代的活力氛围弥漫整个现场，歌迷纷纷从各地赶来和鼓鼓甜蜜共度情人节，现场气氛嗨翻，吸引许多路人驻足。鼓鼓去年首次独挑大梁主持相信音乐自制节目鼓掌叫好，深受学生族群及上班族喜爱，节目中独家揭露天团、天王、天后以及男神女神的美食潮流地图，凡介绍过的店家都成为新一代朝圣景点。经验满满的他现场做起双麒麟也是得心应手，他说，我觉得制作的过程非常有趣，DIY 区摆放入各种造型和配饰素材，我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来挑选和设计，做出我的专属款式，我觉得非常独特，非常酷，会让人忍不住想拍照。鼓鼓透露平时就超爱吃冰淇淋，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吃货，台下的粉丝们展现超高热情，火速将鼓鼓款冰淇淋视作疯抢对象，服务五星的店长鼓鼓也积极回应歌迷超高热情，亲手制作冰淇淋递给歌迷并和大家一一合影。鼓鼓透露本身就是爱吃冰淇淋的人，图相信音乐提供，20001803.14。